我这边现在应该没人。那可能准备跳空降。反正那个什么 J 小队飙到那边，你在那边给我等一下，我等一下会丢一个空投做那个，再起个 Garrison 做防守 Garrison 的那里。反正 J 小队在那边等一下啊。对，等会儿这个以为是不是这个侦察团得给是解决他。一个灰狗在这看着你，对，一个灰狗在这看着我。哇靠！那看有没有部队愿意把他们的那个统治兵送过来，送去 J 小队那边，把那台侦察坦克解决掉先。他们往点那打信号弹了。Mike 小队，你在那边留守一下哦，你在那边等我一下。屁标步兵标大量步兵。我没事，我不露马脚。好，我是希望你们至少可以把18那边清干净，然后在18里面再建一个进攻 Garrison， 然后我才可以再给你们前面空跳空降，这样打会比较保守一点。至少等一下，如果啊，侦察，我们已经贴三公斤了。收到。好，这些小队准备继续往前哦。指挥官，旁个车组的任务。P 标、GR 标、精准标，还有一个是全从那火的。啊，那需要这支援吗？你们需要他们支援吗？我有点听不太清楚，小队在说什么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没办法听清楚。我们跑，继续看地图，我们车子再往前面压。OK。好，停。好，你们不对，勾对那坦克标。我对那坦克标是个斯图亚特，是个斯图亚特。这一小队可以往前推。他妈的，这么滑，我们的坦克呢？来个同事，同志别让他是摸是摸他屁股。那坦克来干嘛来？他就在这，不知道是干啥，就在这停着。再来一发。别抱怨。再来一发，他就跪了。再来一发 ，Come on， 北北。Nice， 炸了，丢补给吧，指挥。这些小队那边可以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是可以的。好，丢补给，直接起个 garrison， 然后Mike 小队在那边注意一下，我这边丢一个空降，各小队注意，准备丢空降了。OK。各小队注意，空降已投，准备转点，各部队准备转点，然后这些小队一样继续在那边起 garrison。记得叫你们的志愿兵下来的时候丢个补给，丢个对，求你们了，站点之后直接丢补给，请个 garrison 好不好？然后不要往前冲了，先等一下，我很怕南部进攻点又有人来了，然后支援，然后再请你们工兵继续刷一下支援，支援又被踩了，现在只剩下40，只加40。那就是我们工兵去起了，我知道，感谢。我知道你们有在努力取，可是就是有一个人一直在被踩，我觉得很烦。OK， 各单位注意哦，空降哦，准备转移，各单位注意一下。然后这一小队起完 Garrison 之后，你这边先在这边停一下。降落点安全，没人。各单位注意，直接空降。一样，南部进攻点自愿留守两队，好，你们跟你们队友讲一下，自愿留守两队 D 跟 N 好了，既然没人讲话，那就是 D 跟 N 了，你们稍等就起来了。OK， 收到，D 跟 N 小队留守南部进攻点，其他全部挑空降，注意先解决 K 小队坦克，要不然你们应该进不了点。
在你们侧翼丢了那个轰炸，应该可以帮你掩护一下。其余小队赶快冲点吧。各队兵的坦克是个馒头，敌方空投一拆除。指挥官，那个轰炸，我标那个点，你就轰炸一下。哇，你现在才丢，我刚才已经叫一个轰炸了，可是也是差不多一个位置啊，差不多位置。我主要是掩护一下那个空降小队，可以让他们那个至少前方不会受到太阳大量步兵拖延一下。空降下来的小队直接冲点哈，坦克把那台坦克车解决掉，全部直接冲点，冲点完之后先在那边留守一下。那他们点里两个坦克，能解决吗？贴个三公斤筒子兵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手段，直接把它炸了就对了。点内2:1。收到，收到，继续努力，继续努力。他们现在都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赶快进点，赶快进点。南部进攻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N 小队跟 D 小队已经做得非常好了，防守了。然后当然还有虎式坦克组有在压制那个往山头那边的步兵，都在压制了，做得非常好。其余小队先不要进攻，先进点哈，先进那个点哈。站下来之后先不要干，虎式车主爆了。没事，我中路给你刷一台，我给你中路再刷一台虎式。我中路给你一台虎式，你赶快上，赶快过来。有办法直接炸我这边坦克吗？我这边一台坦克、啊。我精准打击还有500，我现在资源不够，你们哦自己看着办吧。反正把点赶快抓起来，点赶快抓起来。赶快进点，赶快进点，不要一直在那边散来散去的，已经快站下来了，快点站吧。哦，对，坦克标呢？还有个坦克。你是指挥官，我们车子在前面，没有人管我们啊。西格拉出来之后，能不能先起个盖啊？你吸取上次的教训啊，把盖先起起来。好吧，等一下。没事。我们那个点内需要起个盖，然后上面的城区也需要建个盖，这样的话才有能力去打一个交叉口啊。我丢一个空降了，空投了，讲错，抱歉。先不要进攻，各小队先回防，把 Garrison 先起起来，站好脚跟再说。尤其是城市区，城市区太多步兵了，先把城市区的步兵全部扫荡干净再说。所有小队先防守，先进行防守，不要刚站下来又丢掉了。站下又丢掉的话，真的很糗哎、欸！哇，你这人说话有够机车哎、欸！不机车，越正在发生，行吗？你看你的点阵又被拉动了。这样，刚刚讲不了几秒，直接发生了，是不是？我的天哪！我很怕、啊。指挥，你是个好指挥。我们车主是还要继续往前压吗？车主，我建议你们先往下路开好了。往下路开，因为 Mike 小队那边说有一台坦克过来了。我在想的是，你要不要那个 Gun 往下路开，掩护一下那个 Mike 组，不要让后点沦陷中1:1下来下面出来。主要是下路的话，你们视野要比较好一点。下路的话，你们视野应该比较好一点。我是希望你们可以先防守，不要再……哇哦，好哦，那是哪一队的？一大堆人直接冲上去了，我的天哪！因为城市区的步兵队要先清理掉，要不然我怕你们那个点又掉了。好像都他妈是 D 队的。我靠，点不会拉得动吧？不会吧！我操！是不是他们太多人了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在前线如果靠近的队伍直接先进去吧，也是要留两个队伍在那边 ，N 跟 P 小队吗？他妈的，冲我炸他！防守的 LB 现在还行啊，没什么太大的压力啊。
这一小队在，这一小队你等一下，这一小队队长，我在你那边丢个空投，你那边再起个 garrison， 还是不能？他就不用了，怎么快拉一半了？我操！我操，这样可以，这样也行，太扯了。哎，我也觉得很扯哎，这样的诺真。哎，什么啊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步兵队过来了，注意一下侦查，注意一下侦查。英国2-1。台湾的吗？指挥是台湾的吗？还是说哪个地区的？好，你觉得呢？我现在比较不敢相信的是，哇靠，他们是放弃了是不是？为什么前点直接这样就直接拿下来了？会不会太扯了？他们已经放弃挣扎。哇，我这个各位威武啊！各位太威武了吧！对面直接放弃挣扎、欸。哇，这真的很像台湾枪哎！拜托，这比我惊人。台湾人。Oh shit！ 看言辞感觉不应该不像吧？来，各单位注意一下 ，N 跟 P 小队还是要继续留守，其他小队直接冲点。天华的。其他小队就直接冲点吧！我天哪，很高兴认识各位，我的天哪！妈的就，就最差的太夸张了，真的没来人，靠背了。打！太沉了。